怪，你不是说抄近路吗？今天是老爷的公开课，啊，要是迟到的话就要被扣分啊！不能迟到，不能迟到！完了！你迟到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接你上学啊，带你抄近路，走吧。你确定？上车。哦。坐好了。来追我呀！喂，你不是说抄近路吗？对啊，导航显示从这里过去只要5分钟。喂，你那是行车时间好不好？你这样龟速前进，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哦，这样啊。哦，你个头啊！感情不是你迟到。你平时不都豪车代步吗？怎么今天开两个轮子来了？这不是配合你的生活水准吗？所以省得你老说我炫富。好了，我来。你行吗你？就你那两条小细腿。少啰嗦，下车。行。装好了，中途掉下来我可不负责。好。喂，你慢点！要不是你在上面，我骑得更快。你慢点，我晕车。不能迟到。完了！老爷的公开课都开始1小时了，我这肯定要迟到了。那你干嘛呀？我这样会被记旷课的。多啊！是你的手机快了1个小时，手机都坏成这样了，就不要用了。我回头让人送个新的。哎，你还给我呀！你拿走了，我怎么看时间啊？这个借给你，你先暂时用着，下次见面的时候记得还我。没有下次。愣着干嘛？走吧。不对，怎么又莫名其妙给我塞东西啊？哎，你，哎，人呢？